大家早吼，这是今日最后一关做阵的胜利，已经到了门，无得要休困了吼，你嘛算叫好过了吼。像这位少年朋友安尼，像安尼红灯停，黑灯行，你会平安哦，长退休哦，聪明哦，这少年了吼，你知无？阿妈聪明甲少年，静静这四关。静就是拢找点路麻烦啦，所以注意，啊，做自己可能第一啦，啊，唔好去新农村找点路过路啦吼。咱大家古早嘛讲一句话吼，天长有路尽去，地界无门你串去吼。所以说大家好好去管教，祝大家心都平安，身健康哦。